So everybody，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大家有数吗？有数的人 press one，有数的人 press one，没有数的人 press three。Now listen，如果你真的没有数的学生啊，我的数 as 是 physical copy 或者是 soft copy 都 OK。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数的话，kindly go to 我们的 website 那边 download 那个 PDF file 先。So at least 你不至于到这样 blur 咯，你不至于到这样 blur 咯，OK 啊？所以大家我们 start 咯，我们 officially start 咯。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半里面，我主要是要教你们 about Chapter One and Chapter Two 这两个 topic。OK，那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的考试是考到 Chapter Three 啊，Chapter Four 啊，应该是没有到 Two Four 啊，我讲夸张了一下，sorry，我的意思是，你们的学校可能是考到 Chapter Three 啊，应该有些人会考到 Chapter Three 啊，而且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考试的 format 啦。啊，3.2，我知道，就不同学校，有一些学校考试的 format 是到OK，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你们考试 format 啊。如果是一个 full format 就是你会有 buy-in A、B、C，这是你 exam format 啊。我写在中间给大家看哦。说、so、你的 exam format 会是有这个 A、B、C 哦，buy-in A、B、C 哦。So, but I get A, B, C over here, right? 你要在呀，你要在那个如果是 full 啦，是2个小时里面做完啦。可是第一次考试就要看你们的学校，因为有一些学校呢，它只有 A 跟 B，没有 C；有一些学校有完全部，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而定，好不好？看你的学校啊。So, everybody 来，我们来看一下，but I get A 就是20题 objective。我现在讲的这个是 full format 啊，full format 啊，所以我写在旁边 full。不就是正式的那种年尾大考，很正式的啊。Bargain A 有20题 objective，然后 Bargain B 有多少题？Bargain B 有4题 structure。什么是 structure？structure 就是那种有 A、B、C 那种 structure，里面有 A 有 B 有 C，然后总共加起来是10分的那个。然后你要做四题哦，而这四题你不能选哦，你一定要做哦，你一定要做哦啊。所以就40分那边咯，说这边有20，这有40分了哦。就60分哦，60分哦。然后给 bargain C，bargain C 呢？如果你是跟着年尾大考来讲呢，它会是那种2题 essay，你选一题来做，B 嘞，start to answer。So 你给我写这样子啦，我就写 two essay you answer one，然后一题是20分，也是一样，那一题里面有 A、B、C。啊，有 A、B、C 也是20分，也是20分，所以大家这边 OK 吗？好，一题20分，你只需要做一题就好，一题就好。所以在这我要表达的东西是，真的是看你的学校考试啊。啊，有一些学校考试，他们第一次考试是没有 C，没有 bargain C，有一些有，有些没有，所以看你的情况。啊，所以大家，由于你们这是第一次考试，你们是第一次考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学 Sajara paper。以前你们小学可能是考华语版本的，华语版本的 Sajara 其实蛮容易啊，对吧？你们小学都是考到华语版本的 Sajara，对吧？对不起，我有点不是很了解你们小学的课程，但是课是我靠猜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这一次考试，除了你们要知道要考什么 chapter 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今天我这一个小时班，我会给你们 focus a lot on the exercise。我会更加注重在 exercise，所以我跟大家讲清楚先，因为我知道有些学生可能今天来这边的目的是，老师我没有听过课，我想要学，我知道你要学，但是我会更加注重在做练习题，因为你考试一定会有考 structure，有些人没有考 essay，有些人没有考 essay 更加够力，因为这是你第一次考试，所以我必须要教你怎么样回答那个答案，我必须要告诉你你要写什么才可以拿分数，OK 吗？OK。说来大家，before 所以我今天不会真的 go through 很多东西，我只会大概的 go through，and then 我会做练习题，我会做练习题在这边，OK 吧？说来大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你的 chapter one，其实你 chapter one 不是只有这四个 subtopic，那你看到的这一个第一面哦，在这边哦，它不是那个内容哎，它只是给你一个大纲，就给你一个 overview，好像我们讲的 easy 感动 and pitch。就跟你讲，我们这个 seminar 这一次 seminar，我们主要是注重这几个 subtopic，这几个 subtopic 是不是比较出名啊？比较出名啊，比较重要这样子啊？啊，但是它不是你的everything，它不是 everything 啊。
所以我现在来写给大家，我 update 一下大家哦，就是你的 Chapter One，你的 Chapter One，我们会学什么东西呢？Chapter One 在学的是Mengenali sejarah，好看的吗？Mengenali sejarah，但你认识什么是 sejarah 了？但你认识什么是 sejarah？所以你第一个一点一，你需要知道 pengertian sejarah，一点一你需要知道 pengertian sejarah，啊，然后你们还有一点二的其实，所以你在这边写哦，一点二，一点二也是 pengertian 的意思就是一一。你需要知道 "sejarah" 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要解释哦。啊，在什么国语啊、阿拉伯语啊、英语啊，然后语言啊，在语言上面解释啊，你就要解释哦。OK，so 我们在刚不写完把上面来一个 "bahasa English" 你要解释哦这三个 part。然后呢，一点二其实有一点二了，只是一点二，我个人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去。读，或者是你可以去YouTube 那边找我的 teaching video，因为我有解释过一点二，我有解释过一点二，所以等下我可以给你们讲啊，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那个 YouTube 是什么啊，你 just 去 search，你就可以找到我的一点二的讲解，因为一点二是也是在讲这本的 dance genre，一点二也是在讲这本的 dance genre，只不过这个是 pandangan toko，你们还记得有很多人物的吧？有很多人啊，什么 Herodotus 啊，什么 Ibn Khaldun 啊，那些老师们啊，那些 Sejarah 们解释的 Sejarah 是什么意思？Right？这个你可以 refer to 我的 YouTube channel。你不知道我的 YouTube channel 是什么，是 very easy，你等下去 website 上面找就可以了。website 你 search TTC Tutor，然后你找到我的 YouTube，那个是我的啦。因为我之前有 record 过，所以你可以去 search。有华语解说，也有英语解说，所以 very easy for you guys。然后一点三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啊，这就是跟你讲时间线哦。然后这个你记得啊，这个是本个点，但是这个是跟着 toko。然后一点三是讲着 masa silang 跟 wrong masa，就是说你 sejarah，you know，虽然讲 Malaysia 的 sejarah 是少，但是我们也有差不多将近500年的历史，将近 around 500年的历史。那么这500年的时间你要怎样分？你不能每一次都讲很久很久以前吗？对吧？你不可能 always say long long time ago，你一定有一个词汇在10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那个时代，你一定有个形容词，说那个时间线那个形容词我们怎么样去解释说这个一点三，这个一点三容易了他再会考你哦，10年我们叫什么？我们叫 the gap，一个时代哦，然后你的那个100年就是 about the century 哦。就这种考这种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蛮容易的，你可以自己读过So next one 就是一点四是 summa prima 你要了解 sejarah，你就必须要有资料。sejarah sum 啊 summa sejarah summa 是指资料，所以我们有第一手资料跟第二手资料。OK，我们有第一手资料跟第二手资料，所以我们有 summa prima secunda。你记得 summa prima 是 asli 的，summa secunda 是可以被 print 出来被 publish 可以被传出去的，所以你记得可以被 debit 那些吧，hola 可以被改，可以被给 you know 就是 print 出来修订publish 还有被。一个叫做 Seba，你记得这个是 original，original 就是说它原本长这样就是长这样，你不能够怎样去怎样去调整它。然后这个你看我们会arrange 像这个 nota 这样哦，你看这个 nota 就是有经过剪辑copy paste 然后 no 到每一每 print 出来给你们这一种资料就叫 summa secunda 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就是你一拿到就是长这样好了，你不能够怎样去改。它很 original 的，等于说我们叫 asli，等于说我们叫 asli，可以吗？大家不理发，我只是在一个 go through 这样。我的 nota 其实有给完你蛮多资料的，唯一没有给就是这个蓝色的哦。唯一没有给这个是蓝色的，可以吗？大家 so far OK 吗？所以你记得我们有 summa sejarah，然后第五是你们的1.5是 ka eda pendidikan sejarah。凯达本眼里，这个就是请问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研究
啊，本研里这个是研究，我们现在研究 Sejarah 啊，总共我们有三个方法咯，一种就是 Bertulis，任何手写的资料，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去开一道 Bertulis 哦，我们叫开一道 Bertulis。好像你去找书，你从书本得到资料，你从internet 得到资料，只要是人写的，那么叫 Kaida Bertulis。然后第二个 Kaida Lisan，什么叫 Lisan？Lisan 就是 Yo everybody，Lisan 是访问哦，啊，访问哦，对话咯，the mobile interview，通过访问去得到那个 information。那么这个方法呢，就叫做 Kaida Lisan。And 最后一个就是去 archaeology 就是去挖证据哦。好像我们之前我们在 Chapter 2学的那个什么idiofact 啊，那个骨头啊，那个石头啊，全部啦，这个叫做 archaeology 哦，archaeo 就是你的 charligari，你找到那个东西，然后你把它挖出来，OK 吗？OK，我们还有多一个，我们还有多一个 Chapter 1.6，这是 1.2 和 1.6，1.6 是 Tafsiran。Sejarah，还有多一个是哥本丁安 Sejarah 1.7。Mempelajari Sejarah，大家应该看得懂我，应该看得懂我的字。OK，所、so、以我在跟着大家在 go through 的整个 chapter 在讲的什么。所、so、以我刚才讲过的，你要了解你的 Sejarah，认识你的 Sejarah 的话，你要研究，研究了过后你要分析。Tafsiran，Tafsiran 是指分析，或者是你可以写 explanation in English，就加以解释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找到这些资料了，我们在研究、在分析，然后你需要解释，就是 why 到 siren，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你觉得这样子做了什么后果？所以我们去分析、去解释哦，啊，然后这个东西很重要啦，你会发现到有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去到 siren 这个 sejarah，让我们到 siren 这个 sejarah 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啊。这个就告诉你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在这个这样子，我们一个板凳案走过。不同的人在解释 Sejarah 这个字，就有不一样的观点。那么这个就是 Tafsir Sejarah 啊，只不过这个是在解释那个意思意义，就比较简单的话，这个是很认真的。喂，我在解释那整个 Sejarah，明明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子的说法，在另外一个国家又是另外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就是 Tafsir Sejarah 的意义，Tafsir Sejarah 的重要性。OK 啊，所以这个就是 Tafsir。哎，最后一个，你需要知道学习 Sejarah 的重要性是什么？学习 Sejarah 的重要性就是你可以学到一些教训哦，啊，learn from your mistake 咯，们 ambil iktibar 啊，人民会更爱国，然后你会就是发展国家，努力发展国家，你不会就是不会去摆烂或者是怎样，因为你爱国嘛，你爱国，你就会希望你国家好嘛，你就会去们帮问你的国家。而不是去让到你的国家变到不好，对吧？所、以这些都是重要性啊，学习 Sejarah 的重要性，课本里面有给你的。OK，所、so、以 everybody，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只会 cover 1.1、1.3、1.4跟1.5。我刚才讲过的，我们等下会做练习题，做练习题的时候，我也是会解释给你听那些重点那些意思，我来发。说吧，大家对于 Chapter One 有问题吗？如果有问没有问题的人就 press one 哦。如果有问题，你们就问哦。没有问题，你们就是 press one 啦，不用每次等你等来等去，等下我们浪费大家时间啊。OK，可以啊，好的。So if everybody good，then we look at the Chapter Two。那其实 Chapter Two 哦也不是四个宝贝，Chapter Two 也不是四个宝贝。我知道你们可能会很像啊，老师。你今天就讲这样吧，对，因为真的是，我觉得你们可以 handle 的啦，这些可以 handle 的啦，可以的。你们去看那个 YouTube 吧，看 YouTube，这个就自己读哦，啊，没有到很长，不会到很难，最难的我已经帮你 cover 了嘛，啊，所以要听 positive，啊，7个 subtopic 我帮你 cover 了三个，OK 的，是 OK 的。首先我们来看 Ice Age，So everybody are you guys ready？我们来看 Ice Age 啊，Now so for your Ice Age right？我们的二点一
Chapter 2，sorry，Chapter 2是咱们爱巴杜，咱们爱巴杜就是在讲这地球的历史啊，Dunia kita。你要知道我们地球怎样，然后我们有陆地、大陆，我们讲的陆洲，陆洲就是我们讲的 Benua，然后我们有 Laut 啊，所以你需要学这些知识啊，你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地球是怎样的那个 physical 不明啊，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有陆地跟海洋。陆地跟海洋，了解那个地球是怎样的咯。然后你记得我们开始进入 Ice Age 哦，然后你记得 Ice Age 有多少个阶段？Hello，咱们 Ice Age 有多少个阶段，多少个 stage？Thank you so much，是四个，对吧？所以你记得这个是在讲这里的地球，你的地球是怎样的？你记得那个六个地球哦，你要回去读过那个地球一开始是没有生物的。所以今天那六个地球，然后里面我们会讲到我们有陆地跟海洋，老丹，陆地我们叫 Daratan，which is 陆地我们叫 Daratan，今天我们会提到 Benua，对吧？Benua，我们有六个大陆，连你在什么 Asia 啊、Africa 啊、Europa 啊那些，我教过你们怎样背的吗？然后你们的老就是你们的五大洋。Lima Laut，什么 Pacific 然后 Hindi 印度洋南中国海那种海洋的名字，说这是那个四个五个啊，算五个，那你有四个，你老 Pacific，你的老 Atlantic，老 Selatan，老 Arctic 跟 Hindi 五个。你要讲六个也可以，那么六个那个，因为 Pacific 有分五大那个什么的，看清楚先。好的，我现在讲的那个海洋啊跟陆地啊，来，我们现在来看 Ice Age，Ice Age 的咱们就有四个咱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那四个咱们是什么？那我已经讲完了那个海洋，请问那四个咱们是什么？四个咱们。Ice Age 四个咱们，请问这四个咱们是第一个 Miocene，第二个 Pliocene，第三个 Pleistocene，第四个 Holocene，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到什么？我们有很多生。对吧？MBPH，所以我是这样子背啊。Ice Age，冷冷嘞，Ice，right？所以你记得 MBH 卖书的地方很冷的，读书的地方很冷，卖书的地方很冷啊。我不你们啊，以前我去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的图书馆啊，很冷的，很冷的啊，每次冷冷的啊。My dear，这个是 Ice Age 哦，不要弄乱 with 你的 Prasejarah 哦。那个你的 Paleolithic Mesolithic Lowland，那个是原始人的时代，那个是 Prasejarah。那我们现在在讲的是 Ice Age，That's why 我在解释这吗？Ice Age 全部都是生。OK，Clear，Focus here，不要弄乱，你不要弄你自己乱。OK，So everybody so far so good with the Ice Age over here，right？你需要知道 Ice Age 的四个阶段，这个2.2这边你需要知道到底，他们是有什么特征哦？你需要知道这四个Miocene、Pleistocene、Holocene and you know 这四个阶段有什么特征？这个是你们要知道的东西。你要记得一开始你的 Miocene 是怎么样一个阶段？地球啊，所以说也是，你们不要弄乱，因为 Chapter 2 and Chapter 3哦，它有一点相似。它有一点像是，因为我知道你们 Chapter 3学了 Prasejarah 嘛，Prasejarah 也是四个咱们，不要弄乱，那个是人类。我现在在讲的是地球 Ice Age，那个冰块融化，天气温度上升，然后那个海水水位上涨，你还记得吗？Ice Age 整个 Chapter 都在讲着我们的地球的变化，地球的改变，basically 就是地球的历史，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不要弄乱，不要弄乱啊！所以大家记得。你的四个闸门的特征是什么啊？四个闸门特征是什么啊？我是这样子背啊。首先，我会这样子写，我是这样记啊。
地球一开始是很热的，hot。然后你记得我教过你们的 hot and dry，对，很热，很干燥。所以我们有很多生物吗？没有很多生物，可是有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有什么 amphibia 啊，还有一些 gunung ganang 啊，就是有些山，然后一些两栖动物啊，没有很多的品种，因为这种很热很干哦。然后后面你记得 pliocene 啊，pliocene 的特色就是什么？还是一样很干，只不过它开始慢慢变冷，cold and dry。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哎，记得我强调多一次啊，它是慢慢变冷啊，它不是 aircon 啊，你的 aircon 也没有可能 instantly 变冷，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你的地球是慢慢变冷下来，cooling，慢慢啊，慢慢啊，我重复多一次啊。从很热很热，慢慢变冷。当你开始 feel 到哇，那个冷冷的风吹来的时候，OK，我们进入 Miocene 时代。然后 Miocene 就是冷到很冷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到，诶，我们又慢慢开始变热，慢慢又开始变热回。所以你记得 Pleistocene 是我们开始看到那个冰块，知道不？冰块开始融化，所以我们会开始进入一个东西叫做 glacier，会发生一个东西叫 glacier，在 Pleistocene 时代，你知道它的名字这样可爱，Pleistocene。你注意看你的 Miocene 跟 Pleistocene 是有相似之处啊，都是 Mio 的 Io，因为它们都是一样干燥，只是唯一的差别就是慢慢变冷。冷到这个阶段的时候，guys，冷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哦。它开始又因为结冰了嘛，everything is become ice，and then 慢慢又开始变温暖回，所以你记得冰块开始融化，我们叫做 glacier。OK，again，慢慢慢慢变热啊，and then 最后 Holocene 是指现在哦，now，你记得我们现在啊，technology 马住哦。啊，真的啊，我们马珠啊，生活得很好啊，然后你现在很热哦，很热啊，现在越来越热了吧？所以水位会上升，everything 就会 change 哦。那各位在这边，你们 OK 吗？尤其是那些有些可能是新学生啊，you know，OK right？啊，等下我们做点练习题，你就会我会用回这个东西来教会你们的啊，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没有想象中这样难，你要背那个 chiri chiri。你要背那个区域区域的时候，不是你们想象中这样困难的东西。只是首先你们要永远记得，我们先学地球的历史，地球的历史。OK，我们没有教过学人类的历史啊。地球的历史先。OK，now 2.2 done。2.3，我们其实有 2.3。So 2.3 over here，basically 你写下来哦，它就是 Garis Massa。啊，这个 Garis Massa 就是跟你讲，我们在从以前我们的地球有什么生物啊？那你还记得吗？我给你们看那种 microorganism，然后我们开始有莲花，我们开始有 dinosaur，然后有马，有大象，你还记得吗？那个时间线啊，这个时间线我个人觉得还好，这个 timeline 你们可以自己 read through，没有那么多重要性要 go through 啊，我会 go through 这个比较多，chiri chiri 咱们阿耶巴杜阿 Q，就是说在后面的时代呢，我们的那个地球我们的地球怎样有什么特征呢？这个是在讲这四个阶段吗？说这个在讲这咱们阿耶巴都在后面那段时间，我们的地球是怎样水位上升还是下降啊？然后上升了过后带来什么后果啊？所以陆陆续续我们就会讲解很多东西哦。啊，我们会讲解很多东西哦。So，这个是区区咱们阿耶巴都啊，阿 Q 区区咱们阿耶巴都阿 Q，我们会讲 physical 啊，动物怎样，水位上升怎样，地形怎样，and 最后一个。请问这些 Ice Age 的最后的阶段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我讲过了，带来什么改变？就是那个地形哦，冰川融化吗？地形就会改变哦。我们开始有河，我们开始有那个岛，因为那个陆地下被水淹没，这些东西我们就要解释哦。OK，And then 你们的2.6，你们的2.6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讲这歌山2.6，歌山布尔乌巴汗。Zaman Air Batu di Asia Tenggara.
请问 Ice Age 带给我们的东南亚的后果是什么？嗯，就是其实这个在讲着我们的 Malaysia 这边啊，就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东南亚 Malaysia 这边有什么后果啊？原来我们以前哦冰川没有融化的时候，我们的陆地蛮大的，可是现在我们 all separated，因为我们以前陆地很大，所以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在马来西亚、印尼啊、菲律宾啊、泰国啊，我们就可以走来走去哦。啊，只是现在我就分开了哦，说这个是地点哦，土地变小，然后分开了，啊，就变成不同国家。And then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国家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文化啊习俗还是很像的。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文化习俗很像。所以要跟你讲这些东西啊，哦，然后那些动物绝种了，啊，有一些动物以前是在我们这边的，只是因为就是水位上升、气候改变，然后导致到。绝种，这是2.6啦，这是 Chapter 2 Ice Age，Everybody，So 你们 OK 吗？So 我建议你们这个回去溜个地球，你们看一看那个图案，Ice Age，So Everybody，Are you guys okay with this one？其实我后面给了你们这些 short notes 哦，全部都是这些红色 topic，可以吗？大家，如果你们 OK，press one。Yeah, all good. 跟着上哦，可以啊。诶，所以我没有教后面这个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们可以自己读啊，你们可以自己读啊。而且刚刚跟我刚刚讲的是，唯一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我手写的 sub topic 没有出现吧？手写的这些 sub topic 没有出现吧？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们要怎样去 revision. So now. 我们就进入那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我在这1个小时里面，我会尽量的跟你们一起写完所有的答案。啊，就是这个。啊，我会跟你们一起做练习题，因为我要你们真的是体验到就考试你的是要写的哦。因为哦，我发现你们很多人哦，我不知道你们啦，可能你们读不够多，你们没有信心，你们很怕，然后你们就会不写答案。我想要证明给你们答案，就是至少你写，你有写就有希望啊！你不要空白，你空白真的是你没有希望的哦，什么都不会的哦，没有分数的哦。You get the idea? So everybody, let's look at the latte hand over here。你看 latte hand 这边呢，我有放 structure，我 check 一下，我记得有 essay 啦，有，我们有 essay 啊，我们有 essay，所以给你们体验一下 essay 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哦。然后我们有 objective，objective 在最后面。啊，等下我们看情况哦，有没有时间做 objective 哦？啊，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做啊。可能我们会做一个，应该是很短吧。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个题目这样哦，做一下哦。啊，来，我们 start from 写答案前哦，写答案前，来，大家这个是第6面，对不起，来，这个是你们的 nota 第6面，page number six over here。来，请问 Bangladesh sejarah 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 OK？本个调是什么？你看啊，为什么我要你们做练习题？因为你做练习题，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是重点啊，哦，这个是考试每次看到的字啊。OK，你明白吗？因为与其你去读课本哦，你课本就是给完你所有的资料，你看 nota 也是看那个 nota 咯，你明白吗？然后你们很多人会背错东西啊，或者是你们不懂要背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这个本个调啊，本个调，记得本个调就是 mark suit or d，very good。所以这个 RD 的意思就是 mark 数。来，sejarah 的意思是什么？一分罢了，一分就是代表这边给我讲这样多东西，直接给我讲哦。mark sejarah 就是已经怎样，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pada masa lalu，你要讲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你给我讲什么？Nothing 啊。有一些 sejarah 老师哦，他是很严的，很严的，严到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造句。那么造句哦，又分2种老师哦，一种是你造句就好了啦，像我这样哦，Sejarah ada 啦，你有给我讲到 Sejarah 是什么什么什么，你有解释，OK，搞定，settle，啊，不要紧，我们先写先啊，Sejarah ialah o adalah peristiwa 事件啊，事件 yang berlaku pada masa lalu，那有些老师哦，你这样子写哦。可以，可是有一些老师哦，
学校老师啊，有一点小要求，有一点小要求是什么意思？就是啊，要你跟着那个题目的，你 get 到我的意思？他就是要你跟着那个题目，就是你看那个题目问你阿巴嘎崩个电视 jara，这样你就要告诉我崩个电视 jara 阿达啦。那么如果你的老师在班上做练习题，或者是跟你们功课的时候，他有要求过，有提到，那么你就做给他，让他开心，让他快乐，这样他改你考卷的时候，他就会。比较 happy 一点，就可能 you know 有好一点的结果，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跟大家讲一下，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的老师有这样子的要求，有这样子的说法，你就做给他吧。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没有的话，你就正常啊，正常写答案就可以了。你像我这样啊，什么 sejarah adalah peristiwa yang berlaku pada masa lalu。OK，这个我必须要强调。OK，so。大家可以吗？看我讲的是事件，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Pada masa lalu, pada masa lalu 啊，说的已经过去的事情。来，第二个，jelaskan pengertian sejarah dalam bahasa English 三分题。那看那个题目叫 jelaskan 解释。那通常呢，这种题目有写要解释啊，通常会出现在 structure 或者是 essay。那么这种时候你就不要给我写 point form 哦，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啦。因为我有学生你在台湾，然后那种逗号、逗号、逗号，尽量不要，因为你的题目都已经跟你讲要解释嘛，然后又三分哦，又蛮多分哦，还又不是一分哦，一分的话你直接给我讲什么 Prestia 呀、德拉布拉库，我也是 OK 的。如果是一分题目，你直接给我这样子写 OK，你没有造句 OK，可是 Jelaskan 就要造句，如果可以啦，啊，说来 everybody，so suggest 是什么意思？Dalam bahasa English。啊，在英文我们的 suggest 叫什么？在 dalam bahasa English sejarah adalah history。然后你要解释吗？history 是什么意思？history。bermaksud，记得 history，你看吗？story 这个字，history，history，basically，history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为某一个人的故事，所以你可以讲 bermaksud cerita seseorang。对呀。我的国语有点渣渣，cerita tentang seseorang。OK，一分。那你知不知道其实哦，history 这个字啊，你可以把它放进去别的语言。就是你可以把，就是再继续 translate。Yunani 对，因为 Yunani 跟英文哦，就是很多英文字都是从 Yunani 边来，因为 Yunani 是最古老的语言，所以你看 history perkataan 这个字，你就想说 perkataan 那个字 perkataan 的history berasal daripada bahasa。Yunani，希腊语，然后在希腊语叫什么？亚语度，historia。那么 historia，那你再给我讲，因为你讲到这里了吧，就解释，你就拿到就拿到第三分了。所以你讲说 historia yang bermaksud。他的意思就是叫你要 penyelidikan 研究。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你告诉我英文的字是叫 history，然后代表的是 cerita seseorang。OK，然后你也告诉我它来自于 Yunani 这个字叫 historia，再多一分。And then 你告诉我，histor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研究过去所发生的事情。Penyelidikan peristiwa lalu，OK？
或者是 yang 的啦，拉路也 OK，就是拉路就对了啦，就是过去的时间。那么这样子就拿三分，OK 吗？OK，So continue with the next one. Everybody，如果你抄不完的话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发现那里抄字比我慢的话，就 screenshot，或者是等一下你去看我的 video，OK？因为我讲过，我们的目标是要 settle 完所有写的问题哦。然后我有多少题写的问题，其实我没有去算，我只知道我要写很多题今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题耶！哇哦，我不确定我写不写得完，不写不完，我后面应该会 show 答案罢了啦。I mean，我会解释，但是我还是 show 答案给你们看。因为我 guys 跟你们就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 seminar nota 我不会 post any answer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就算是去我的 folder 那边，你也是 download 不到答案的。对，所以如果你要答案，请你在 seminar 过后，你再看回那个 video 图拿答案哦，或者是等一下你 screenshot 了，OK？我跟大家讲先啊，好的，所以大家我们去看一下 Part C，那 Part C 这里是讲的东西是Bunga desu jora dalam bahasa Melayu，说来两分。哎呀，easy peasy，两分不了。说、so, 来，马来语，喂、哎，马来语怎样解释哦？马来语 sejarah 就是 sejarah 哦。So，I mean sejarah 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哦。So，现在我们要学的东西是，你的这个马来文字 sejarah，它是来自 from 哪一个语言的字？你明白吗？就是它是借鉴哪里的字过来？来自阿拉伯。所、so, 以你看到吗？那个 relationship，每一次我们讲英语，哎，一定跟你的什么东西有关系？英语 English 一定跟你的 Yunani 是 related，那么你的马来语 is always related to what Arab language。首先我们来写这个答案。So sejarah 这个字 berasal dari perkataan Arab。阿拉伯。So you just tell me，亚印度那个 Sejarah 在阿拉伯叫做什么？Shah Jaradun。OK，Shah Jaradun。Then Yang Berarti 什么意思啊？Yang Berarti，你记得他把 Sejarah 形容为，诶，berarti pokok，它形容为 sejarah 是一个树，树有根，有树干，有树那个树干直径那个干啊，那 stem，and then branches 树枝，然后有叶子，然后有果实，所以一样的东西，你需要知道你的根是怎么样开始的，you know the start，the process，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这样，那整个过程哦，所以它形容。在阿拉伯语，Sejarah 是来自于这个字叫 Shajaratun，它的根本就是在阿拉伯语的意思就叫树，所以你这样子写，你就拿到一分了。Then the next one here, the next one here，你可以讲说，perkataan ini，或是你可以写。你讲说他的 sejarah 这个字的意思啊，juga berkaitan 就是说也是有关于到别的解释，你可以用别的字来解释啊。所以每次我讲 sejarah 是一个故事，一个事件，所以你可以讲什么，salasila 是一件事件，是一个故事。还是 example，我告诉你哦，这个王朝，第一个大王，第二个大王，第三个大王，你看salasila。这是那个王国的故事，那个王国的世界，明白吗？所以你看，sejarah 这个字，你可以把它用另外一个字来解释，在马来语叫做 salasila riwayat，riwayat 就是你的家庭背景哦。keturunan 也是一样背景，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asal usul，所以记得 asal usul keturunan。会是指着你的背景，然后这个 riwayat 沙夏会是指你的故事事件，OK？故事跟事件，so far so good。
OK，来，高木写完的解释。Sojourner 这个字在高木写完的解释是什么？2分。嗯，就跟你讲什么？Sojourner 在高木写完就是你去寻找字典啊。他就跟你讲是 cajan 等当。我们要去研究什么？Sojourner 就是已经发生过，已经我们叫什么？的啦，拉路，已经，说、so, 这样子，你拿一份，你记得 Sejara 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嗯，做科目时要跟你讲嘛，哦，就是去研究哦，去了解，你要知道 Sejara 是什么，意思就是去了解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还有这些事情可以是假假的嘛，在科目写完里面他们有解释哦，这些 peristiwa 一定要是什么？不可以是吹水啊，yang bena 真实的，yang bena bena berlaku pada masa lampau 在以前真实的发生过，yang bena bena berlaku masa lampau OK 吗？And 最后一个，请问，apakah faedah seseorang itu mempelajari sejarah？嗯，学习 sejarah 有什么好处？Pada masa lampau，对，lampau 就是以前，旧时光，旧的时候，来大家过去的意思哦。来，请问，faedah seseorang itu mempelajari sejarah？来，这个就是你的 kepentingan sejarah 哦，因为他讲 faedah 是指好处嘛。法语它是有好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哥本丁安哦。奇怪，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好处哦？啊，团结可以接受。那大家听啊，这个题目哦，因为它有写巴达本德巴安达，这个就是我们每次做考试题目讲的典型的 K 板，对吧？大家，Hello 啊，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啊，有上过我们的 physical class，或者是 normal class，你们就会知道啊。这个我在巴士有跟他们讲过，要怎么做，怎么回答。可是我知道你们还是会有一点疑问啊。我知道你们还是会有一点疑问，就是说，哎，怎样写答案哦？啊，那 again 我讲过的，有一些学校老师嘞，他就是要你更正那个题目。你看这个题目就跟你讲巴达班当安安达，你就写哦，你就照抄吧。巴达，他问你你的意见，安达是你，所以现在要回答。哦，根据我的想法，把它本答案，我叫什么？saya，把它本答案 saya，把它本啊本答案 saya，啊，然后你照错题目，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老师要的那个题目开头，啊，你老师如果有强调在板上，你就写给他，所以叫 faedah seseorang mempelajari。Sejarah，等你再来写你的答案，OK？所以 example 什么啊？人家有些人讲团结，所以你可以讲说 adalah memupuk perpaduan。等一下，我加多一个字啊，adalah memupuk semangat perpaduan。团结的精神，OK，这样子句号，我会建议你啊，你的每一个 point 不要逗号逗号来写啊，因为有些时候你会看到我在平时普通班，或者是你看别人老师写的答案会是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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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我要快吗？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要这样分开句子写啊，然后你可以写 seterusnya selain itu seterusnya，我再继续下去啊，faedah。好的啦，我们还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过去，所以你可以讲说啊，你可以讲知道过去哦。蒙个大呼一，阿骚，乌骚，吉他，或者是你可以写你的 gara 吉他，国家的过去。嗯，你可以写。吉他，
Blue, Mumbalajar E，你可以写。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 Sejarah。可能呢？我要讲讲，可能呢？得了，memory，一滴吧，可怕的，masyarakat，谢谢啦。所以你讲说。最后一个，kita juga akan berbangga menjadi rakyat Malaysia. So, 大家好解释，OK，来，大家，我们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你要记得写，开头哦，句子哦，保险呐、我知道有些学生讲，老师，我老师没有讲过，你学校老师没有讲过，我觉得你最好，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会写那个马来文字，你不会造句，你不会开始，你有很多 idea，但是你不会开始，那么你就照抄句子哦，照抄那个开头吧，没有问题的，没有错，写多几个字所以你就告诉我那个答案就是什么？你看我的答案就是 number one，学习 strategy 就是可以培养到。团结精神，某某部什么爱，perpaduan，培养团结精神，perpaduan 是指团结。Seterusnya, faedah adalah mengetahui sejarah asal usul negara kita，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第三，你可以讲说 telah memberi iktibar kepada masyarakat，OK，我们可以获得教训。iktibar 是指 lesson。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we learn something 啦，we learn something from this story 啦，and then 我们也会开始骄傲哦，诶，这个骄傲也是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多东西，不是那种松崩松崩难起的骄傲，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你可以 refer to 你们的 chapter 1.3一点七不是1.3，1.7 to 得到那个答案。1.7我们学的那个重要性，你可以写那个答案，哎，你甚至是可以写它的 elaboration，就是那个 who write 下去，那个 who write 下去。So far 大家 OK 吗？So far 大家 OK 吗？在这边。So 大家如果你们 OK 了的话，我们去看 next page 啊，等下你们才抄啊。三二一，Let's go！来，大家这个第二题，这个第二题很容易的，跟你讲时间先啊，时间先，Alaf abad dekat sebelum masehi。来啊，叫你解释哦，Jelaskan 哦，Alaf 多少年？Alaf 是最多年的那个，Alaf 是1000年，所以你帮我写哦，Tempo Masa 1000年。Example，我们就要讲在这段期间，在这1000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这1000年，我们叫 Alaf Satu Alaf Dua，我们现在是20多多嘛，2000多年嘛，所以我们现在是 Alaf Yang Kedua，我们是第二个 Alaf，OK？Then、okay? Abad 是多少年？阿巴是100年，Dekat 是10年。Sebelum Masehi，记得吗？这是 Alaf，阿巴是世纪，所以是100年。然后这是 Dekad 10年，Decade 时代。所以我不懂我的华语报，就是那个我不忘记了，它叫华语叫时代嘛，一个时代10年哦。然后最后一个 Sebelum Masehi，那 Sebelum Masehi 你们常常会看到的在sejarah 课本里面，你的 Chapter Three 你就看到了啊。3000年、350年 SM、1500年 SM，什么叫 SM？Sebelum Masehi 在英文我们叫 Before Christ。那么 Before Christ 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下讲 Before 这 Sebelum Masehi 是指有什么东西也算。打混。Sebelum 谁出生？你还记得你的 calendar year 吗？是根据谁的出生来开始算起的？Kelahiran
Nabi Isa。Nabi Isa 是耶稣，Jesus Christ。嗯，对呀、啊。OK 啊，这个数比 OK 啊。OK，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个人觉得这个容易 chronology。chronology 就是 timeline，时间。先哦，那个顺序啊，你跟着那个顺序排列，OK？一开始发生什么事情？叭叭叭，You know，在2010年，说现在是2021年，说怎样2022、2023，You know，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就是根据那个时间排列。So，什么是 chronology？chronology 叫做 random。Per is the word. Yang berlaku secara teratur. 什么是 random？那个事件啊，那个事件的顺序，我们是根据它的时间来排列的，看到吗？random secara teratur。我们一个。Urutan masa，我们根据时间来排列那些事件，那一系列的事件。Rentetan masihi，哎呀，masihi 就是 after Nabi Isa，就写 tahun selepas kelahiran Nabi Isa。那是 sebelum 吗？所以这是 selepas。嗯，所以这一题，apakah tujuan sejarawan membagi penulis Amerika？啊，就是说为什么要那些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分他们的那个写作？就是他们在写那本书啊，或者是在 record 那个 sejarah 的时候，为什么要分一个 tema？Membagi kepada tema，tema 就是分不同的主题。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的那个书啊，要跟着不同的主题来写？好像你要，好像就很像马来西亚的历史 Form One 到 Form Five，你们现在学的 Form One 就是比较是偏向于世界史哦，但你了解这个世界哦，然后根据时间线哦，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分到这样哎？啊，为什么我们要分到这样哎？为什么要分？因为分了就容易怎样研究啊，多专业。adalah untuk rongi, 我们叫 mu da penyelidikan, right? Everybody, 这个容易啊。So far, everybody clear? Guys, again, are you guys good? 你们 OK 的哦。等一下啊，可以啊，OK，So then let's go to the 这个，OK，这个哦，Sumber Sejarah，我个人觉得是最难的。我个人觉得是最难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学生初考好应该是不会写啊，他们会背，我知道你们背得到的，只是说你们不会怎样回答，所以现在我来 guide 你，所以我给你这个 example。这个是is like a structure 啦，example 啦，这样子啊。OK，everybody，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这照片里面要跟你讲，我们这个是两种不同的那一个什么 sejarah？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的左手边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报纸，对吧？虽然是什么 sumber 嘞？我讲过了的，我们有两种 sumber sejarah，我们有 sumber。我们有 prima，right？我们有 sumber，prima，第一手资料，还有 sumber，secunda。请问这个 A 是属于哪个类型？pre 还是 secunda？第一手还是第二手？
但是你可以直接 send 我，不用 send 给 everyone。如果你拍写啊，来喽，大家，这个是什么？首先告诉我这个是什么？这个明显是报纸，报纸我们叫什么？Surat Akhbar。报纸是 secunda 还是 prima？但是 secunda。那么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是 lodging gangsa，它是以前那种古代人做的一个钟，一个咚咚，那个 lodging bell bell bell，说它明显是你们的 prima，你不能够改变的吗？你不能够跟我讲哦，我要拿去研究啊，process 啊，要去读一下啊，你 you can't do it because this is original，you know，so。现在这个题目叫你告诉我，请你比较上面这两个 journeys 四分。怎样比较？你要告诉我 A 哦，A，Merupakan sejenis sumber sekunder。你这样子就拿一分了，一分，full stop。每次我讲过的一个句子，一个 point。一分哦，所以你就给我解释啊，为什么你这样讲？因为我讲过的，super secondo 第二手资料是你会把它 print 出来，然后你会把它做什么？送去，然后你可以 process 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改啊，process it 啦，像哦，我要 cut and paste，adjust，process it，process 里面的资料 everything，you know 啊，说怎样行哦。所以你要讲刚刚我写给你们的哦，sumber secunda，sumber secunda 或者是一些 sumber tersebut 就是这个东西的啦，已经怎样，已经被 process 过，我讲过了，被 process 过就是有 edit 有过滤过的，process diterbitkan 发行。发行就是你去拿去印刷厂，process，就是你有过滤，filter process，determine，and then 已经 ready to 传给大众。tersebar kepada umum，tersebar 的意思是传。share 出去，可以吗？So for part B，你就要告诉我，Merupakan sejenis prima，哎，sorry，sumber prima。sumber prima。所以你记得说 sumber prima。它的特征是，不是的啦。Original 叫什么？Hello，刚刚我写给你们的，没有人去改过的。Original no asal other than that，我给你另外一个字，asli。啊，Original 不是 asal 是开始，你的源头。但是它不算是 origin 是 asli 啊。说来大家，next one 还没有被 process，我们叫 belum diolah，belum di terbit。dan belum di tafsir。还没有人去，就是我讲过了的 analyze 去。分析过，因为你看这个，我们是有 edit 嘛，有去改那个语法啊，去修改啊，去 process it，可以吗？有没有人要尝试给我答案来？Berikan dua sumber sejarah lain yang bersama jenis dengan A，跟 A 是同一个类型 sumber sekunder，有没有人要 try to 给我一些 contoh？OK，journal、okay, 可以接受，你可以写一个很简单的。Buku, majalah, ensiklopedia. So, 大家，
我每次给学生的建议是，when comes to 背这个 John Doe 这种题目，right？我觉得你背2个到4个是刚刚好的，你不用背完的，OK？所以你看现在我讲的东西，你 make sense 了没有？2分的题目，如果你至少有背到2个给我的话，我每次跟学生讲啊，minimum two, maximum four，那么你背到2个就 steady 啊，你就一定拿到分数了吗？啊，如果你背到4个就更好哦，你背到4个就更好哦。OK 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Berikan cadangan anda，请给我你的建议，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跟保护跟就是保护跟维护这些 sumber sejarah，好像刚刚我们找的那个 Lot Cheng Gangsa 那个铜做的钟，然后跟这些 sejarah 的资料、报纸啊、书本啊、杂志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去保护这些 sejarah 的东西？有没有人要 try？Example 像我刚才讲的，找到那个钟啊，那个 Lot Cheng 啊，那个 Sumber Primo，我们给它放在哪里？Don't let people know，就是不要给人家知道。也不是讲不可以给人家知道，可以给人家知道，只是我们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哪里才算是安全的地方？Example 就是 museum 哦，museum 哦。所以我直接给你们看我的那个 K 八答案啊，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以 after 这才抄啊。So 你觉得放在 museum 这些东西？啊，谁去建 museum？我们人民啊，谁建 museum？你觉得谁应该建？因为他没有讲是谁的责任吗？你可以给我 suggestion，你可以讲是政府做啊，或者是谁做？我们身为人民要做什么？You see, the answer can be upper macam 都可以，只要是可以接受了，请听清楚啊，这个 K 拜，这个又是 K 拜的，他叫你给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跟保护？他没有告诉你是你的责任，他只是叫你给我意见吧。所以你可以讲哦，我们的国家 Negara kita harusnya menyimpannya di museum，我们应该把它收在把这些 sejarah 的东西，sorry 不是 sejarah，sumber sejarah 收在 museum。你可以这样讲，Number one，然后你可以讲什么？我们的政府 kerajaan sih 应该要怎样？memberi bantuan kewangan。啊，给一些那种搬到个网案啊，去保护这些文物，因为毕竟这些 Sejarah 的文物，你要去修复它，要去保护它，这些都是要花钱的。然后我们可以讲说，政府应该建多一点建筑物啊，建多一点 museum，不是建筑物，建多一点 museum。然后你可以讲，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这个 Super Sejarah promote 给 international 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Sejarah 的东西，所以你就不会去破坏它哦，大家都会一起保护它啊。就不会有 vandalism 嘛，因为有人 vandalism 嘛，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的嘛，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推广。你也可以讲，我们应该要严厉执行法律，啊，你可以讲 menguat kuasa undang-undang 罚那些人啊，hukum menghukum 啊，你讲 memberi hukuman kepada sesiapa yang merosakkan sumber sejarah ini 也可以，没有问题，只要是用来保护。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的答案，menguat kuasa undang-undang。我这里已经给了你4个，1个、2个、3个、4个，4个，你可以再给我讲吗？呱呱沙干文档文档也可以啊。严厉执行法律，可巴的德尔哈达，我杀了。我是在巴罗萨，孙不死这了，明白我的意思？Everybody here, are you guys all good with the K-pop answers? If everybody good, let's go to our 1.5 yeah? 可以啊，那个 K-pop 应该是可以的啦。来，let's look at 1.5 over here. 那 1.5 over here 这个也是一个 essay，我放一个 essay 给你们做，可是你看啊，看上去不像 essay 的，为什么？因为其实 essay 就不是你们想象中这样长长的哦，只是你老师会把所有的题目挤在一起，然后你们自己要写 A、B、C 这样子哦。Sometimes 你的老师很好，像我这样，我就给你们那个 line 美一美这样，你就会以为是 structure，但其实这个不是 structure。你看那个分数，6分、3分、5分啊，3分。所以多少分？这边啊，3分，所以总共加起来很多分了啊，是超过10分的，所以是不可能。这就是一个 essay 啊，这个就是 essay 题目。来，大家我们来 try 这个
OK，这个是讲，这是你们的卡 Ada Benyelidika Sejarah，Everybody following 啊，跟得上啊，大家 wake up wake up 啊！如果你真的很累很累很累，你们吃一点糖果，喝一点水，这个是 seminar，你们自己 free and easy，不用跟我讲的，不用跟我讲的，OK？So everybody，Benyelidika 的意思是研究研究啊，So 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究我们 Sejarah？我刚跟你们讲，我们有那些资料，So 我们用什么方法在这里来跟你讲的东西是什么？嗯，我们有 archaeology，有 archaeology 包括 IA。那 archaeology 我该跟你们讲了，它是 chari gali，就是去挖掘挖那个证据。那么挖有两种哦，一种是 underground，一种是 under the water，啊，就是水下、水下海底，另外一个是土地下，就地底下。所以有两种哦，archaeology，OK，archaeology 跟 archaeology 包括 IA。So, OK，他给你那个资料不了，所以我们来看。Jelaskan maksud penyelidikan sejarah berikut. 我们有 kaedah arkeologi, kaedah lisan, dan tertulis. OK，来吧，来再讲 arkeologi 是怎么讲？嗯，我刚才讲好的 Charlie Gali 对吗？啊，所以你可以讲它是一个 Charlie Gali 啊。可是问题是来了啊，大家，这个 Charlie Gali 哦是讲什么？我们挖了过要怎样？你挖了过就这样啊，挖了过就啊，OK，sejarah 证据这样子啊。你要去什么研究？你怎样研究？你送去哪里？你送去那个 Science Lab 那边研究嘛？所以它算是一个 Cajun，所以它是一个用科学的方式去找证据。可以吗？科学。一定要强调这个字，科学。因为你挖了出来，对，它真的是挖，诶，Charlie 嘛，我就跟你讲 Charlie。可是你要拿去研究，你要拿去研究。So，mencari maklumat sejarawan, sejarah daripada tinggalan daripada bahan。tinggalan sejarah，它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虽然会比较贵，也比较吃时间，所以你要送这些哦，那历史的遗留下来的东西，包含 tinggalan sejarah，那我该跟你们讲骨头啊，你要去化验啊，你挖出来是骨头哦，人那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啊，可能是他们该那个 lodging 啊，锅碗瓢盆啊，它的骨头啊。好的，anything 啊，就是剩下来的东西你要去做研究，所以你要告诉我是 side effect 啊，side effect 啊，所以我们就从这 Sejarah One 的身上拿到，OK？Like this, you get 2 marks。来，Lisan 就是通过对话，所以你记得，它是一个方法，得到资讯。通过对话的目 wow interview，然后你记得所有 talk 你的目标，那去 interview 的人啊，访问啊，被访问的人啊，被访问被 interview 的人。他们都被称之为是 orang sumber。什么叫 orang sumber？证人，因为他们知道那一个事情，他们有那个 information，他们有那个资料。sumber 是指资料吗？所以他就被称之为是 orang sumber，orang sumber。No kaedah bertulis，kaedah bertulis basically 就是根据。maklumat yang dibahas dan ditulis 去做研究了，你记得 tulis 吗？它根据上面所写的东西、写的资料，或是刻的文字，dibahas 是刻的目标，dibahas 以前的人写字写在哪里呀、啊？古代人。以前人喜欢写字，写在石头上面，
我只是，怎样？石头或者是墙上，钉钉，然，八度，钉钉挂，山洞，山洞的墙啊，它不是画在山洞里面，它是画在山洞的墙上，所以你要告诉我是钉钉啊。我有石头哦，还有石头哦，可以吗？大家？OK，现在开始哦，因为它题目是 essay，所以我觉得我收你们那个答案会比较快，收你们答案会比较快。OK，so、okay? 来，讲讲收答案会比较快嘞，意思就是这样。我会直接 project 我的 answer 给你看，but 你可以 screenshot，然后你等一下再抄，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等一下再听啊，等一下再来一些。So everybody following 啊。来，刚刚我们讲的东西是Charlie Galley 吗？Activity Charlie Galley 就是 archaeology 咯。哎，你会看到这些字的，你会看到什么excavation，sorry，你会看到有什么 excavation Charlie Galley 这些字都是在讲着 archaeology。所以现在这个题目在问这什么？这个题目在问这里是，请你解释它整个过程。怎么样去挖到那个证据？那么，只要挖证据的呢，你就要记得，我们就要分 grit。首先，perancangan grit 啊，perancangmi 啊，perancangan grit sebelum kerja ekskavasi 啊，这个是 point number one。我们要画格子先，然后每一个 tapak 每个地方我们都会放一个 number，就是刚才我讲的分 grit，分 grit 就是分格子，每个格子我们会 label。啊，label 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呢，你记得啊，Kawasaki tanda berdasarkan plan 就是根据计划中去label 那个东西啊，去 label 去做记号，根据他们的那个计划表，他们有个 plan 的嘛，plan 就是计划表，去做 label 去做标记，然后他们开始去 excavasi，and then record 下来所有他找到的东西，but number one 就是 findings。那我知道题目只有三个，但是因为我跟你们讲过，至少你要背两个到四个 point 嘛，所以这就是两个到四个 point。你写多一个保险呐、啊，那你知道啊？你写多一个是好事啊。那你知道可能你第一个答案错哎，你第一个答案错了过后，后面三个答案对你还是照样拿满分的，OK 吗？这大家可以明白哦。啊，So everybody，这个就是 Charli Galli Excavasi Archaeology 的那个过程，然后这个。是在讲这立山的过程是什么？所以要你解释啊，立山的过程是什么？来，这里立山的第一个过程 interview，你记得立山是每次 interview 啊，每次我们讲立山就是讲这 interview，那么你要 interview 人哦，你不可以乱乱，你不可以讲哎随便啦，哎呀看到什么人就问啊，哎没有啊，你要做准备的嘞。你要选题目来问的吗？你要先想我要问什么问题，然后我要选怎么样的人问。你不要跟我去选一个 baby，选一个，you know，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了，不可能的嘛！你一定要准备的。所以你的 step one 就是做准备，persa 点案，然后你要解释吗？所以你给我讲做准备 persa 点案，人家们能读干 doggo，们能读，对不起。决定你要 interview 谁哦，门能度干决定你的 dog，所以这就是解释哦。第一个 point 哦，第一个 step number one，step number two，record 下来你的整个过程啊。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被 record 会被记录下来的，完完全全被记录下来。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充足的准备，做充足的准备就是说，要 make sure 你问的问题是 relevant 哦，不要讲废话哦。因为 it will be recorded 嘛，啊，不然你就浪费了哦，浪费你的时间，浪费那个 record 了咯。所以你要记得 record 嘛，就是 record 起来。这 record 的意思是手写 record，或者是你录音录那整个东西。然后第三，
当你 record 完了过后呢，你回去 process 看那个 recommend，等下 manila fakta，等下 sumber man 啊 batulis。所以你录完了回去，你就 process 他的 video recording 多一次，就再读多一次，再看多一次他们刚刚你们所问的问题啊，他所回答的答案啊，是不是全部都是属实？Is it everything is true？You know, sometimes 有些时候啊，它是吹水的存在，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是很正常啊。如果你看到那个人讲话讲得很夸张，这样我们讲的 talk talk 干吧啊，sometimes 他会给很多 extra 加盐加醋啊，所以你需要 process 刚刚你们所 interview 的整个过程，然后你要去证实、去评估刚刚这个人 interview 所讲的话是不是跟我们书本里面的。是啊，就是我们的那些实际 Sajara 的资料、书本里面的资料，那些资料上面是不是吻合，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要去评估，要去证实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啊，因为这个是它的缺点来的。OK，你记得啊，你自己的 Lisan 的缺点哦，你打一个星星哦。它的可能嘛，它就是做过担保，加盐加醋哦。啊，你看单巴就是加嘛，dog 就是吹很多啊 extra 的东西啊，太多了。它的弱点就是它的问题就是太多了，dog 单巴啊，加盐加醋有可能会发生哦。然后各位，这就是你们卡伊达巴杜利斯，卡伊达巴杜利斯就是你研究那个 Sajara from 那个马鲁玛扬巴的孙贝迪巴哈阿道迪杜利斯就 let's go 啊。说解释一下怎样去找那个资料哦，手写的资料，有人写下，有人刻下来的。第一，step one 也是一样，你要找资料，你要先确认你要找什么资料。What's a Jara？在哪一个主题、哪一个 demo、哪一个部分，你要找好来呀、啊，不能你无头无苍蝇这样盲目的寻找咩？啊，所以不能的，所以 process 不达嘛，process 不达嘛就是蒙个哪里，pasti sumber。So process kedua 就是 mendapat dan pengesahan sumber. 来第二个阶段，所以你记得 mendapat dan mengesah sumber. 所以看我们一定要确认我们要找什么资料哦，Internet 还是 Sajara 本，我们确认我们要找什么资料，然后你记得要 make sure 那个资料是 SA 的，SA 就是合法途径得到了，而不是什么 random website 啊那种奇怪的地方找到资料啊。啊，你不要跟我讲，你在路上找到一张纸，那张纸上面写着 Sajara 的故事，你就相信他？你们演戏啊，演 drama 啊，那种演那种穿越剧这样，随便相信别人讲的话？No，process 什么 tree？收集你的资料，说你已经 confirm 了你要找什么资料吗？好像你 confirm 了你要找书本的资料，OK？你 confirm 第一个，你 confirm Mengena pasti，你确认你要从书上找。那么你要去哪里找图书馆哦？啊，你要学校的图书馆啊，外面的那种大众图书馆，或者是去那种书店啊，去找那些 publisher 的书啊。So step one 确认了，step two 就去找第三 record 下来啊，收集那个 data 啦。你要剪下来 cut and paste 抄下来还是怎样？然后你可以看到第四个 step 就是使用对的工具。色帅对的工具，使用对的工具去做什么？使用对的工具去做你的 project 啊。And 最后一个 analysis，sorry，第五，就是你现在收集资料吗？你就分析哦，写出你的想法。OK，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怎样写哦，我 analysis 哦。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kaida betulis。记得写字，书本写字，书本 record，可以吗？Everybody, are you guys all good here? And the last one day, if you 你们要 screenshot，你们 screenshot 现在。And then let's go to the 这个。那我还跟你讲，我们有很多 Dapat archaeology 是开展那样 Bernilai 就是有价值的，样 Bernilai。Bagaimanakah usaha anda untuk memelihara? Ayah, you 来哦，你要怎么做去保护这些 Dapat archaeology?
刚刚我讲，我们挖到很多证据啊，我们国家还是有的，这些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卡山啊，很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要怎么做？五十二就是 What do we need to do? How? 啊，所以我刚才讲了的惩罚啦，谁破坏那个地方你就罚吧，好吧，不然你要怎样？因为一直是这个地方哎，你不可以乱乱来的嘞。然后第二个，我们给他举办 campaign，去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是个 sejarah 的地方啊。人家运动们 promosi，运动们 beritahu，搞完生意呢，有啦，登报 sejarah。然后你的第四，sorry，第三，我们的政府应该要什么？给予颁多个文案。然后你讲运动么么厉害啦的么么厉害啦，打包 archaeology 去维护、去修复这些打包 archaeology。这都是需要钱，所以你尽量去写完美的句子，according 你老师要的需求。可是我已经在写这最基本的答案给你了啦，so everybody should be okay for you, right? Now question number five, question number five，我认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你们可以自己来。这个 question number five，对，因为这个是在讲我们的地球，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六个地球，你还记得吗？你的 nota，你的课本里面啊，他会给你六粒地球，然后给你讲地球一开始是怎样变，你还记得吗？我觉得这个是蛮 straightforward 的，你可以自己读 and 明白的。你记得地球一开始是没有动啊、没有生物的，650 million 年前，650 million 是没有生物一分，390 million 年前，我们的海水是淡水。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生物，example 鱼啊，amphibia。那我跟你讲哦，我们还是有些生物的。然后195 million 年前，我们是 Jurassic，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地球，这个是第二个地球的那个解释。然后第三个就是恐龙时代第三个地球哦，第四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土地变小了，所以大家说绝种了，哥布布山绝种。然后18000年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出现，and then 现在，这个是第五个，我们的土地越来越明显了。第六个是陆地、海洋开始分出来了。如果你注意去看那六个地球，所以我在讲为什么有六个地球的东西，回去看一看那个照片，再看一看我的答案是 OK 的。然后下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你们 OK 的啊。Paleontology 是生物学家，生物学家所有。曾经活在这个地球上面的生物，organism 它都可以研究得到。So geology 就是研究地球咯，啊，然后那些陆地啊、海洋啊，诶，这个 geography 有教吧？So should be okay for you guys. Right now, let's look at 这四个阶段。如果你们记得刚刚我有讲过的 Miocene、Pliocene、Pleistocene and Holocene，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个。Chiri，Chiri。Miocene, Pliocene,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OK，说、so, 来大家，Miocene 在这边。那你记得一开始我讲过，他们是很 hot and dry，我是这样子背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你有多少个答案？这里总共有一二三四。OK，那我知道你们一定是背不到这样多啊。像有些是跟我讲，我背不到 number，包括我自己以前一开始说我也是背不到的。所以我不选择，我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背完。If possible，你背完。你们记得我每次教过你们的，你背不到全部东西的时候背两个。所以我每次都 start from 那个最简单的，就是那个 Suhubanas Dangkering，就是我该跟你们讲的 hot and dry，很热很干燥。所以我知道很热很干燥，所以我们那边只有什么山。所以我是这样背哦，我这样子就拿到2分了，懂吗？我讲，我们有那种山呐、啊，然后而且是 brown color 的啊，我们就有这些山哦，brown color 的，很像很干燥这样子哦。然后我们有一些哺乳动物哦，mammalia，that's hidupan laut dan air juga berkembang 啊，空中的动物啊，水里面的动物啊，哺乳动物们也是有一点一点啦、啊，所以还是有生物的啦，在那个年代，Miocene 时代。说它是多久之前呢？它是23 million 到5个 million 之间那一段时间，我们在经历着 Miocene 时代。说这个是你们最有个，我是会这样子背，那个一二三四哦不重要，我只是跟你们讲，我是这样子的顺序方法背，啊，相信我，it works 的。
答案你要写出来呀、啊，你要写出来呀、啊。所以你现在知道那个逻辑，你要写多一遍，写多一遍，OK？来，大家 Pliocene 啊，Pliocene，Pliocene 是第二个时代，我讲过了，一开始是很热，hot and dry，所以现在就变成什么？大家刚刚我们讲了的 cold and dry，对吧？开始变冷了哦，啊，所以这个是在什么时代开始的？5.3 million 到2.6 million 这段期间，啊，这段期间看你们要不要写这个咯。啊，所以我通常这个是放在最后才背啊，啊，放在最后才背。所以你记得我讲过，开始变冷，冷叫什么？色弱。所以你看吗？Berlaku penyejukan，但是我们还是很 green。Penyejukan dapat pengeringan pengeringan sekitar global。So like this，我们第二份。所以我们开始有那些 rumput dan savana 大草原。然后我们有这些 contoh-contoh example，我们有这些陆地，Jambatan Darat Panama antara Amerika Utara 跟 Amerika Selatan，因为那个气候开始慢慢改变嘛，所以那个地形也是有受到一点影响，所以我们开始有这个天然的桥梁形成在你们的Amerika Utara 北美洲跟南美洲中间那边有个桥梁，现在没有了啦，啊，现在没有了啦，因为要被淹没了那个桥梁，所以你记得我们也有那些高原，那些高原。Grand Canyon at US，所、so, 以这里有五个答案给你，so far so good，yeah，and next one over here，Blastocene，记得 Blastocene 一开始有很多冰，因为你记得从很热很热慢慢变冷，从这个记得它是慢慢开始变冷，当你感受到冷的时候呢，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那么在第二个阶段这边，我们从慢慢变冷，到越变越冷，到结冰，到结冰啊！就是你记得啊，Pleistocene 时代是有很多冰块的啊，啊，很多冰块有够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有啊，glacier 发生。glacier 就是我们讲的 Cachoeira Ayabaca，所以你看，差不多在2.5 million 到10000年前，我们开始有这个叫什么 Pleistocene glacier 发生了，总共11次。所、so, 以你记得 glacier 在国语叫做 Cachoeira Ayabaca，冰川融化。我们讲的 chael 就是融变水，也是叫 chael 那个 ia 冰川融化。所、so, 以总共冰川融化11次哦，就是那个整个 process 发生了11次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温度上升哦，怎样温度上升？人类使用火。加上们不阿比的，可把人家变那当啊，人类啊，生活方式变了啊，然后又有越来越多生物啊，所以你看以前哦，你记得啊，我再讲一次啊，在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冰块的，很多冰块就代表着很多陆地是连在一起的，你明白吧？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海洋，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类是可以 sun bike Australia melalui Jalan Darat。我们是可以到达你的 Australia 啊，通过这个陆地。为什么通过陆地可以？因为在一开始，我们的冰块是有的。所以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重点，在 Pleistocene 时代，因为我们有冰块，你记得我讲过，the process is from very hot, slowly become cold，来到这个 Pleistocene。诶，那个冷哦，是你开始 feel 到，冷冷的，冷冷的，不是到 freezing 那种冷，是开始你慢慢变凉爽，凉爽，cooling，cooling，cooling，给 Pleistocene，那 Pleistocene 就是冷，慢慢变恒冷，right？对不起，我的 Apple Pencil 跑掉了，从冷变到很冷，变到超级无敌冷，That's why when you reach the Pleistocene。We are actually what? Having a lot of ice. Which means, 在这边，打一个星星，你先帮我写下来呀、啊，这个很重要啊。在这个阶段，你会看到什么动物的存在？在 Pleistocene 时代，还是有很多冰块的。一开始的时候，before 它后面慢慢变冰川融化。所以你记得，一开始会还是会看到什么？你的 mammal fur，那你的 mammal。你的什么？那个 Harima Bertaring Panjang，大家你们记得吗？你那个 Ice Age 的动物啊，
还有什么啊？哈里马巴达林班江，还有诶爸爸Sloth，谢谢你，我就是要想 Sloth，但是我忘记啊，Oh my god！So，你记得啊，在因为 Objective 很喜欢问这个了，请问我们在什么时代看到这些动物？啊，Would you buy the massa 什么 Blastocene？很多人讲他在 Pliocene，因为老师你讲人的，你讲 Sergio 吗？人，哎，Hello，你都知道的嘛，从很热直接马上变 ice 啊。我讲过的，that this is not like instant，你会变 magic 咩？直接变冰，哇，直接变冰，没有啊，是慢慢，你说还是 zaman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这样子的，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很重要，OK？来，猴罗森是17000年前，17000年前到现在，17000年前到现在，所以你记得17000年前到现在哦，这个是一分哦。然后你记得我讲过，人类进步了，啊，kemajuan dalam kehidupan manusia，给人类进步了，然后因为我们开始会自己种食物啊，所以你记得我们人类进步，我们开始自己种食物，然后我们也开始发明很多新的 technology，像轮胎、文字啊，cuneiform。我们也开始进步在我们的 agama、pendidikan、pendapiran 跟 undang-undang，所以你记得我们这个学生讲的，this is referring to now Holocene，Holocene 是指现在，现在我们的人类一直不断的在进步，maju，所以 maju 在写字啊，我们有文化了啊，有 undang-undang 啊，有政府啊，有宗教这些东西哦，OK 吗？所以你记得这个是指现在 modern。O 不 OK？So everybody，这个是你们的 Ice Age 第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咱们阿耶巴都很重要啦，啊，这个咱们阿耶巴都很重要啦，啊，首先要大家，如果你们如果你们 OK to stay back to continue 给我讲解的话，我就快快讲解你们的2.4，2.4，然后2.5我会给你们 screenshot 那个答案哦，2.5我会给你们 screenshot 那个答案哦，OK 吗？啊，所以大家2.4哦，2.4这个哦，要听清楚啊，看清楚啊，有两种答案啊，一种是哦，有两种问法，一种是哦，OK，这个题目叫 Chiwichui Zama Ayebatu Akeo，OK，所以是我们的 Zama Ayebatu Akeo 有 Chiwichui Khusus Berbanding dengan zaman lain，这个是你课本里面写的啦，OK，大家。请问咱们阿耶巴都阿 Q，你没有学国语的是阿 Q 是什么意思？阿 Q 就是什么？When coming to the end，When coming to the end，就是在最后的阶段。我问你们最后的阶段是怎么样？热还是冷？答案是很热。最后的阶段是很热嘛，对不对？啊，所以你记得这个。他那个 OK，你看啊，很多人每次一看到哦，咱们阿耶巴都阿 Q 哦，老师他在问咱们阿耶巴都的 Chiri，OK，那么水位就高哦，因为很热吗？冰块融吗？所以 Aras laut menaik，你就沙拉了。为什么我讲沙拉？因为这个题目打一个大大个星星，他强调的东西是 Chiri khusus，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吗？当你跟其他的咱们比。大家，你们其实注意看哦，你有发现到你的 zaman，我们的 miocene、pliocene、blastocene 跟 holocene，miocene 是热的吗？holocene 也是热的吗？holocene 是最后一个阶段的，然后你的 blastocene 从你的 ice 融的开始，你的 ice 开始 melt，就代表这它也开始慢慢变热哦，对吧？然后只有 Pliocene 是冷的时代，so that basically 他没有要问你哪一个时代，他要问你的东西是，请你告诉我，请问在 Ice Age 的这整个过程，在 Ice Age 的整个过程，它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吗？特别的特征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什么？冷哦，所以你要告诉我冷的时候哦，Ice Age 很冷的时候，我们的海水位是怎样？所以每一次你记得这个区域枯树是指它最特别的特征就是冷咯，跟别人与众不同了吗？所以你要告诉我冷的时候是怎样，海水的那个 Aras Laut 那个海水水位是下降的，很低的，水位很低，
因为全部都结冰了，本木嘎阿门不顾，因为全部结冰了，对吧？然后你看你们记得结冰啊，过后全部就可以连接起来哦，然后我们就可以方便 migrasi 哦，migrasi 就是搬家。我讲过的，你的陆地、你的陆地、你的海洋，全部连接在一起，sambung 连接在一起，你的岛屿 islands 跟你的那个陆地全部连在一起，因为全部都结冰。Member good 的意思是冻结、凝结。然后你看啊，植物因为天气很冷的关系，sejuk，所以他们的植物长不高哦，全部都是 rainy 的 Menjala。然后他们的植物主要是大多数的植物是草哦，也算是草原嘛。rainy 就是什么矮小、矮小，你这矮小，诶，我不会写矮耶。哦，这个我会有矮小啊。矮小，而且需要依附在别的东西去生长了。所以 Menjala 就是 you need to rely on something to grow。So 它是叫攀岩呐、啊，就是你要 rely on something 去长大，攀附在某一个东西上面去 grow。啊，很像你们的牵牛花那种啊，就是 grow，它需要靠依赖这一个建筑物啊去往上长，因为它们矮小嘛。然后你要得到阳光的话就是这样子哦，你要得到养分的话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记啊，这就是冷哦。你说 be careful 啊，你要看清楚啊。问的是什么啊？OK，continue the next one here。动物，动物就是马莫咯。那些动物啊，孟马象、犀牛、马、狮子，然后它们生活在巴拿巴马岩石就。七，苏武德拉路石就，尤其是你们的古杜，北极、南极。古杜就是北极、南极的意思，那个极。North Pole, South Pole，and then 你可以看到 Europa 全部 Dipanosaurge 啊，就是全部都被雪覆盖着，冰雪，冰雪，everything covered by snow 啊，记得 Dipanosaurge 就是 everything covered by snow。Next one，人类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人类生活在平原，哦，sorry，我刚忘记解释，达那巴马是指平原，动物也是在平原，然后那平原是冷的，因为全部都是 covered by snow。然后你记得，因为我们要寻找食物，所以我们一直在 nomad 就是在搬家。然后接着我们打猎，打猎哦，生存下去哦。然后 Chiri physical bumi，什么是 physical bumi？physical bumi 就是地球的表面，地球的外表，也是一样。Everything 是 covered by ice，little bit 烧鸡。我们的水，海水的表面是结冰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Chiri Kusus。你看，加了多一个字，枯树就比较特别。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到这个是 chiri chiri，知道吗？Ayabatu akil，这个没有枯树，没有枯树，就是你要告诉我哦，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ice age 的最后阶段有什么特征哦？所以你记得在最后的阶段就是很热哦。所以你看，海水水位，哦，这个还是一样诶。照理来讲是要写热啊。应该是要写巴纳斯了，这个题目有点问题，所以你就记得了，没上会给你这个字叫 kusus 的，真的，他会给你这个字叫 kusus 的啊，所以你帮我加这个字下去，说这个也是一样哦，chuchu zama ebatu akil，chuchu kusus zama ebatu akil，所以你记得海水水位降低，如果是6分，你就这样的解释哦，这是比较缩短一点的版本呢、啊，嗯。大家可以吗？说2.5是在讲这，请问你们的 Ice Age 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所以你既然我们开始有 Glacier，所以你就解释 Glacier 冰块从高山掉下来，然后导致到我们的水位上升，我们有 Le Behan Ice 嘛，因为你冰块融化，冰川融化，OK？然后你记得我们的水位上升。啊，所导致我们海水深度到100米，啊，我们就开始形成了湖泊跟河流，所以这个水位上升，海水水位 Aras Laut Tasik dan Sungai 河跟湖开始形成，然后你给我转舵转舵，很多那些 Ice Age 的动物就灭绝了，绝种了，可是你记得啊，绝种，我写错了，你记得啊，出现在什么时代？Hello。这些动物，mammoth、sloth、harimau，你在什么 zaman 可以看到？zaman Pleistocene，
That's why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写，它是 the end of the ice age 带来的改变，导致到这些动物绝种。所以你是 ice age，那 Pleistocene 你还是可以看到它，你还是可以看到在它的动物在 Pleistocene 时代啊，你 get 到那个逻辑啊？然后你记得气候改变哦，变得越来越热哦，所以人类就移动来移动去吗？搬家吗？搬去没有这样冷也没有这样热的地方啊？啊，然后我们开始有 radiation booming 哦。啊，radiation booming 哦，啊，然后下面这个只是缩短的版本吧，缩短的版本，就给你们看，如果是 essay 是八分的话，你要这样写，缩短的版本，因为这个是我分开一个个解释嘛。Everybody, you okay with this one over there? Okay, so one last thing before you go 是你的 objective，那个答案我就放在最后面这边。三二一，This is the answer here。你可以拍照，And is there any questions？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说、so、大家已经跟你教，我们已经跟你 go through 了几个 topic，只是剩下那个2.5那个 pro 吧，你还要再读多一次。对，那个2.5，对，2.5，我觉得你要自己再真的是读多一次。反正如果你真的是不明白的话，你可以 refer back to 去年的2023年，因为2023年我们有给完你那个 Q&A nota，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拿些 nota 去 revision for 其他的 topic，因为像2.6啊、2.2多啊，也是我们没有给完你 full notes 嘛，这次是 short notes 的 short notes 哦，OK 吗？所以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That's all from me today，Thank you so much，谢谢你们，好，拜拜，take care。Thank you.